主料：西瓜2000克，银杏50克。辅料：白糖60克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西瓜半个，把西瓜皮用刀切去，然后切成2厘米宽的西瓜片，把银杏清洗干净，用刀在中间刨开，然后切成四瓣，然后把西瓜摆放到中间，把切好的银杏放到两边，西瓜中间撒上白糖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摆拼盘可以自己随心所欲的摆，我在买西瓜的时候脑海就想象出来这个造型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